今天教大家做一支粘土笔，找一根笔，用粉色粘土包裹起来，揉揉揉，揉成光滑表面，捏个可爱的头。本来想捏个羊驼，结果捏完了不知道是啥玩意，把头粘上，再来个小爪爪。OK啦，不错，也是萌萌哒。双击的宝宝都逢考必过。